焦点主题十五，任意角三角函数的转换，同界角公式。假设 n 是整数，那么呢，360度乘以 n 加西塔和西塔这两个将会是同界角。所谓的同界角，就是它们有相同的始边和终边。既然有相同的始边和终边的话，所以它们三角函数值也是一样的，像 sin 360度乘以 n 加西塔会等于 sin 西塔。而其他五个三角函数也有同样的状况。老师讲解十五，试求下列三角函数的值：第一小题，sin 390度；第二小题，cos 765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。第一小题，sin 390度可以写成 sin 360度加30度，利用同界角公式。我们可以写成 sin 30度，而 sin 30度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 sin 390度就是二分之一。第二小题，cos 760度，我们可以写成 cos 360度乘以二加45度，我们可以转换成 cos 45度，而 cos 45度等于二分之根号二，所以 cos 765度就是二分之根号二。